这么冷漠哟、啊。您那大哥背着90多岁的老妈在水里泡了半个小时，在咱们救援队的起点向你们每个船都哀求，希望能够顺道带过河对岸，结果一个船都没有停，所有人都拒绝，而且很冠冕堂皇的一句话，我们是来救人的，今天的水是3到5米，到对岸的话要有5公里。这个新闻呢，没有太看清楚，得我们自己得给分析，因为小编也是一片苦心吧，他可能也怕弄清楚有问题吧。我们再看一下啊，到对岸，结果一个船都没有停，所有人向你们每个船都哀求，希望能够顺道带过河对岸，结果一个船都没有停，所有人都拒绝，而且很冠冕堂皇的一句话，我们是来救人的，今天的水是3到5米，到对岸的话要有5公里。水深3到5米，到对岸要5公里，你这个就得要船呢、啊、人是背不过去啊。哦，我理解这个新闻的意思了，就是你背着你老娘去医院做透析去看病不重要，我们现在来救人，你这个不算包含在被救人的那个范畴里面的，我们得赶得到里面去救更需要被救的人。一个可能有人评论呢说这个救援的人冷漠啊，我想可能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意思，需要更紧急的人更多，你这个轮不到，可能就是这两个意思吧，我还想不出来其他的一些个意思啊，是不是批评他骂人的意思这里还有啊，就不清楚了，证明那里很非常的危险了，啊，非常的紧张了，啊，或者证明救援的人很冷漠了。但我觉得这条说不太通。如果冷漠，他就不去救了吧？啊，除非那种职责的啊，他救人是个工作，他也不想去救，他没办法，他要拿这份工资，就这做这份工作。如果是这样，就叫罪责是吧？你到底这个该不该救？你们就这么冷漠？啊，领导派你们到里去兜圈子喊话，有人吗？有人吗？这个你们是该干的，那里就眼睁睁的有人救，你就不救吗？但是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，具体是什么不清楚了，我们看以后有没有